大家好呀，我现在已经把我的行李托运完了，然后准备过安检。看不到水，我们现在准备去神户。对，然后马上进地铁站了。我们现在到了神户。三宫。三宫。当多米亚。现在准备去干什么？去排一个牛肉饭。是的，据说是一个超级好吃的牛肉饭。去晚了没了。对，其实本来应该已经要没了。那我们。但是我们无所畏惧，对吧？但我们现在找不到在哪。看缘分。水哥现在在带路，呵呵，带不了路，抱歉，抱歉。买了一个包，买了一身什么内衣、睡衣，然后水哥的拉面店老板的衣服。本来是说出去玩的，本来就买一个外套，结果那个外套太本来说太冷了，买一个外套。结果女士的外套都不好看，就是买了男装。那你身上的包和那个内衣怎么回事？不按套路出牌。大家好呀，我现在准备去奈良。我高中玩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朋友现在在奈良上学，我准备过去看看他，我们一起吃个晚饭什么的。那我现在就坐电车准备出发喽，拜拜。Thank you.
准备去哪里？吃饭，去吃饭。现在准备去吃饭，然后我先把衣服还有妆都化好了。我们现在下午4点多钟，然后准备先吃一个下午饭，然后晚饭就不吃了，直接逛逛到商场啊，或者是周边的小店，关了门之后再去吃宵夜。那我们待会儿出门见，拜拜。我要尝试纳豆了，我从来没有试过纳豆，这次可以尝试一下。别慌，别慌，啊、好紧张。慢点。这个气味。好的。请看镜头。刚才不让你吃，你非要吃，自己点的，哭着也要吃完。好像放松了，粘嘴巴。我不要给我。其实呢，那都是很健康的食品。你看，还是尊贵的这种红色的盘子。哎，你有何感想？完了完了，感觉这顿饭白吃了。这他妈什么玩意？知名 UP 主爆粗，就是你吃那个豆的口感，就像你嘴里很干，然后人家往里面撒了一个面粉跟你的唾液混在一起，然后把你嘴巴里面粘住，然后关键又有纳豆那种臭臭的味道，有毒，不要再尝试，快点吃。你这样会招黑的。我不行，是我的错，不是纳豆的错，纳豆好，我不行，人差。承认就好，承认就好。刚吃完中饭，吃了一
家拉面店吃拉面，味道超级棒。然后水哥来跟大家讲解一下一个关于拉面店的小知识。没有啥好讲解，就是传统拉面店，它门口会有一个那个卖食券的机器，卖饭票的，对，卖饭票的。然后你进去之前就在门口买了饭票之后，那个他把你带到位子上，把票给他就行了，就是不用给现金啊，或者在店里面点餐比较方便。还有呢？还有啥？可以让钱不跟手接触啊，这样卫生一点，不接触，然后节省人力成本。那我们现在去新宿御苑了，传说中的足控之亭。Go go go！动漫里面的场景的实景来源就是东京的这个新宿御苑，然后我们今天也超级像干什么一样，我们今天像找地标一样的在里面找到了很多很多动漫里面的场景，然后还拍了照片，超开心的。然后现在找不到出口了。对，然后现在我们找不到出口了，我们准备下一站去代官山，去那边逛逛有趣的小店。